走了哈。啊，快点嘛！你妈走了，听没有？你看，抬手，抬手。啊，离我们家有3公里这样子，然后不是能够种起桃园吗？这几天桃花开了，特别的热闹，所以说现在想去看一下。他们都不去，他们宅于累了，但是我还想去看一下，走吧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，妈妈走了，妈妈了，拜拜了，去不去吧你们？去不去？妈妈念不起，姐姐念不起，妈妈不去了，妈妈宅于累了，妈妈走了，小孩子就不爱去了，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个很严重吗？我们就去，等以后过了有空了，妈妈带你去玩啊。这个小孩子很喜欢受热闹的，特别是看到花的时候开心的很，走吧。天哪，好，熟悉没有？那个要规定在这走。好，那个是个喇叭。教完了没有？会学会没有？学会就走了，拜拜。好了，带你去沾点桃花运啦。真的很多桃花的。我为什么要走路啊？没电了，不要走路。那也是你走啊。还要推车。我走可以啊，你来推车啊更好，跟你讲。我叫乌鸦嘴，看到没有？叫推车了。你的乌鸦嘴，刚刚谁说的？快点，胜利就在前方，顶住，顶住，顶住！我们都到了，我们搞错来错地方了吗？我一直以为是人山人海，结果是空无一人。桃花还是看到了的哈，打那么近干嘛？好好，没闪到我眼睛啊。心情不好关我什么事，拿我来出气，真的是哟。为什么每次计划我感觉都跟想象中跟现实不太一样啊？他们今天来的时候还跟我说这里人山人海，人挤人，你看来摆架声音都没有，啥哟？每次都是搞这种乌龙烦得很。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没忽悠你哈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给我打个卡，耶！好歹我也来过了，耶！我现在弄我给你看吧。我只会这两个动作没有了，耶！你这是女僵尸吗？证明我来过，也证明来过。这个太恶心了，竟然是一起开，那他要摆个 pose 先。你要我拍照片吗？你看你，叫人家来看桃花，桃花没看成。上次来说请我吃海底捞，海底捞也没吃成，算了。我要求低一点，请我吃一顿烧烤吧。别装了你，都已经到门口了，去点菜吧。好的，请我吃什么？这就是点菜区。我要吃肉。鱿鱼，你要不要？要。还是不要呢？老子要吃。妈，就这个。哎，我就爱吃素，我跟你讲。什么金针菇啊，韭菜，韭菜，哎，对，我要韭菜。豆腐要不要？不要，我要韭菜。啊，点你了，这是我的。啥？我要给我点的了，我天哪！哎呦，我都硬了。你补脑吗？是脑。最近太伤脑了，总是脑。买奶茶，你在这就开干了。别再凉了，不好吃。好看，快吃吧，坐下来。熟啦，放心吧。怎么样？辣吗？麻吗？烫吗？老是问一下你，你试一下就知道了呀。那我怎么跟你说嘛？那你都知道了，那你自己这里吃，
我又不像人家说不好吃也坑你是吧？你看，你说请我吃烧烤，自己干一大盆，我就吃一小碗那个脑花。我已经很久没吃烧烤了，今天是沾你的光。每次都是沾我的光。自己想吃就自己想吃吧，那是老是赖我身上的。你不叫来吃烧烤，我得不得来吃？问你今天别这么装好不好？真的，我晚上不能吃东西了，我现在体重下不来就算了，还老是往上飘，不行，真的，这次下次不行了。我是让你请我吃，没让你吃，真的是，你可以看着我吃嘛。你好意思吗？当我们大哥你来说这话就说得出口。那你要降体重了嘛，真的是哟。但是吃的回去看娃了。你还在吃货。搞定走拍上镜了。对呀，人家说。看看他们这跑的鞋子怎么样。可以拉丝。怎么说？好吃的说不话来了。那只是自己吃吗？自己都懂得道理还问我？你刚才不都这样说啊？又不是不好就要坑你，那明摆在这里东西还问人家，搞笑啊！我是让你说给广大网友听，又不是说给我听。嗯，好吃的不得了。烧烤就要配啤酒，来，这是你的啊。我不来，装得很，等一下还要第二瓶，搞这种。老大，昨天去的时候没看成，我还是不死心。我想等一下吃完饭马上又去一趟，真的很热闹了，看到别人说的很热闹。好，等一下一起去。走，吃饭。今天末车过去还挺多车的，有的搞。好像今天啥意思哦？上场啦！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宋景桃园。由于今晚风力较大，为安全起见，今晚活动取消，为您造成不便，敬请谅解。看吧，就是这里，确实来说人山人海，很多的人，但是都已经在陆陆续续的退场了。听到这广告，大家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？老大，我这运气真的太好了，走，带你们彩票去。哎呀，等一下，那个卖彩票的被你卖跑了，倒闭了怎么办？把人家都买穷了，次次都中奖，那不是？一次500万，一次500万有多少嘛？还想不想吃烧烤啦？我中一次彩票可以请你吃一辈子的烧烤。可以，马上去买。走走走，上车上车。啊，走什么？